李美艳，今晚我跟黄医生几点要办婚礼？咱明仔载再再说。我一切乱好起来，我买不着你幸福比你买你啦！我不会，难得呀，你要给我，我要好爽。那是你讲爸甲阿伯两个感情足好个，那呢为啥这十年因两个兄弟也毋捌见过面？我绝对袂当阿杨姐生气，爸就是鬼王。你之前有讲杨姐失去记忆啊，那呢伊失去记忆之前个代志，你敢无清楚？你根本就无想你当作是某伫个听嘛？啊，没关系啊，不要紧。你讲重要不叫阮进前，我有一个错乱证明。伊叫做郭伟林，恁拢食吧，食到阮满嘞。你敢知影？现在这个状况真的很好，我若是想要看你，我就能来看你。我不行，跟你好讲的人控制啊。我给你看，没事，轮椅保养好。黄医生在网络发黑函，有赖你跟他某有感情。信函竟然黄无赖跟别人的某有交叉。我已经管理开信函兄，请你放心。咪呀，伊就是我的红仔周信强。咱已经二十几年没见面了。信强。二十八年前，阮进前交往过，开车